本集就是为了要干嘛？在这里洗腹膜，只求洗腹膜，一切不管。哇，掠夺有这么难洗是不是啊？洗不到哎、欸。我们还有六次可以洗，哎、欸，不对，那没等级也没办法要洗了。都是急退，没有掠夺啊！掠夺怎么那么难洗？没等级啦，哥。原本想说开开心心洗个掠夺，想不到我们完全没有办法、啊，那能怎办呢？那我们还是去弟弟，好不好？去弟弟。看看有没有机会弄一点等级，然后再去。反正弟弟有附魔台嘛，我们就去弟弟。今天目标先弄出掠夺，弄出掠夺，打凋零，打到头颅，下班。定立目标，感动，我们做得到，我对我有自信，加油。青蛙绳一直有很多人问青蛙要用绳子牵，好吧？啊，绳子怎么来？啊，你告诉我绳子怎么来？哎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，麦块的绳子，哎，我们要怎么取得？我们没有绳子的话，要怎么取得？目前取得的手段就只有这些。啊，鼻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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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蜘蛛网的线啊，我们其实也可以收集，因为到时候就可以做很多的床去炸。我们目前在地底也没有看到地窖，那叫什么矿坑？废矿坑吗？好像没有。好，清空。那我们继续往下。鼻子痒痒的，依旧痒痒的。然后我们忘了，对，忘了把砂轮带下来了。这半砖可以吗？应该也算半砖吧，对不对？生板岩不行，生板岩不行。我没有鹅卵石，没有鹅卵石，没石头，要上去一点，上来一点，娃娃，那有了，好扯，我们居然缺石头了。猜猜今天会打几次喷嚏？
哦，对，远古城市，我们也可以收集羊毛。上次其实有想要。在远古城市，我们身上有没有已经带了剪刀？就是为了干嘛？在远古城市收集一堆羊毛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砰砰砰砰砰。好，可以。但在那之前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这里刷刷等级，肯定妥的。来，开刷。刷刷刷，洗刷刷。哦，随时其实就是鼻子都有要爆的感觉。哦，但是低等有没有刷很快？那讲你打喷嚏的方式很奇怪。不会啊，你说话的方式也很奇怪啊。嘿嘿嘿，要说一起说。你怎这样？用你的咒语对付你，你又怎这样？完了，还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啊，我们刚忘了弄书。啊，七等。但是我们铁锄头，感觉也是可以富好几把。我看到我的木材又没有带很多下来，我觉得就。不要做箱子了，原本想说要做个箱子。感谢超级留言，保重身体，没问题啊。七等，七等 ，pew 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过敏，所以就飞走了，一定是这道理。我们需要一点运气，鼻子必须要好。原来我的运气来自鼻子，都没有，虾米都没。哎，我就问个，敢不敢给？敢不敢给掠夺？他真的不敢呢、欸，剑放上去有掠夺三这件事情，好奇问一下大家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就一个掠夺三，他就不敢。我们这个麦块是怎样？现在麦块都这么胆小了吗？还是那个凋零怪在搞？凋零怪一直在私讯麦块，不要给他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真的是不敢呢、欸。好了啦，出来了，哥，一次也没看到，然后啊，等级要求很高。三十等，锋利四，又锋利四啊！不是啊，我带来的青金石都要耗光了。我想说没有这么夸张，但他就是不敢给。孬成这个样子，
好了啦，敢不敢？又不敢。哎，不可能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！看看风力四会不会有掠夺？可是那样子的洗就很累啊，你就必须三十等的下去。然后你付出来的那个风力四的剑，你也用不到，对啊，怎么办啊？啊，金剑是不是？好像也行呢、欸。我们附个金剑掠夺，我们带个金剑下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两个，反正尾刀用金剑去砍也是行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试试。旁边柱子有骷髅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回，好不好？我都有在看。怎么这么难？凋零血，反正怪物的血差不多那样嘛。我们只要精打细算，然后金剑暴击尾刀就可以了。他去有掠过一个掠夺吗？你可以看我是几等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往回看。也是要掠夺三啊，不然效果也是比较微弱。唉，多带一点东西。还有青金石，想不到我们的青金石会有用到这么多的石刻，全都带下去，把我们的希望全都带着，互怕互，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趟下去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走。冲啊！鼻子。持续努力，加油加油！